各位小金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我们传说中的僵尸模组，没有错。那今天呢，这个丧尸的疫情呢再度爆发，整个市区呢，哇塞，新增了1000例的这个丧尸的疫情的案例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整个洛圣都呢空无一人啊，整个疫情已经爆发出来了。那我们也是要想办法赶快解决这个疫情啊，所以洛森都的政府，洛森都政府还有人吗？他们已经实施了这个封城的状态，还不是那个萨诺斯一直在那边乱搞，所以我必须要赶快组织一个这个复仇者联盟去对抗他。那喜欢就帮我按到3762哦，有按喜欢的人呢，哦，你也可以得到这个钢铁人的祝福啊。那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，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好啦，我们已经到达这个学校，我要把这一台烂车给抛弃它了。来，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！哇塞，学校空无一人啊！我只是去了一趟北部，回来就变成这样子，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个病毒真的太猛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啊，百传千啊，最后就会有几千万人、几亿人中这个病毒啊！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一模一样啊？我来，整个学校都没人，这样我要去哪里找这个蜘蛛人啊？在学校这边的操场没有看到这个蜘蛛人啊，但是好像已经有一些丧尸在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先把丧尸给弄掉，越来越多只了，对不对？那边也有。这洛圣都才一阵子没见，就多出这么多丧尸，这病毒真的太厉害了。蜘蛛人现在不知道人在哪里呀？蜘蛛人怎么突然出现在这边？我嘞，那找到蜘蛛人就好办事啦！走，我们先上车。那蜘蛛人会动哈？感觉那蜘蛛人有点笨笨的啊。你确定没有被丧尸咬到哈？没有就好，走，出发了。找到蜘蛛人，那下一个我们要找谁？然后我的车嘞？我的车又不见了。我看车停在这边吧，对不对？车子现在看是没有车子啊。我嘞，发生什么事？那个不是传说中的萨诺斯吗？萨诺斯怎么跑出来了？等一下，这个阿金跟一拳超人昏倒啦！一拳超人不是最强的，怎么可能会昏倒？等，我先跑，他应该没有追上来吧？哦，还在追啊！躲到草丛里面，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先跑再说啊！等一下，蜘蛛人是不是在跟他搏斗？蜘蛛人打他！蜘蛛人你都不帮忙的！哦哟！完了！先躲到这边！哇塞！你去砍蜘蛛人呐、啊！我在还没有收集完这个复仇者联盟，这个萨诺斯又出来搅局啊！他可能知道我的计谋了！哇嘞！哇塞！要死啦！开门！哇、哦！你不要再拿刀子砍我了，你这样很像那个流氓啊！哇塞，我还以为我在拍那个角头的电影啊！我一直在流血，血流不完啊！蜘蛛人你在干嘛？蜘蛛人完全不帮忙啊！哇嘞！有！蜘蛛人有在帮忙了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呼呼，有机会，
烧我啦！快，蜘蛛人帮我！我先想办法脱困啊！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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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东西要砸过来啦！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哇塞，我就知道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要想办法，赶快先躲在安全的地方。等等等等，哎，这边卡死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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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这边死路，往回走。沙洛斯现在人在哪里？我来，沙洛斯不见了，可是地上还有这个蜘蛛人的这个。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他是丧尸吗？丧尸最好会这样出拳呐、啊！是他逼我的啊！我嘞啊，蜘蛛人不见了，沙洛斯也不见了，很好很好，蜘蛛人应该是在帮我脱困呐、啊。这边有停车场，先找个停车场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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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赶快赶快！哎。啊！你们两个怎么突然出现了？你们刚才两个不是晕倒了，还是已经挂掉了？怎么现在又出现了？怎么你们说你们刚才在装晕、装昏倒？哎，不是，我刚才生命有危险，你们不快帮忙？你说打不赢哦，打不赢装死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哎，话不是这样讲啊，快！我们现在那个蜘蛛人不知道跑去哪里的、啊，基本上他现在在跟那个萨诺斯在激战当中吧。不管不管，我们先离开那个区域，我们先去找其他同伴啊，在他跟那个蜘蛛人在对打的过程中，可以收集到更多同伴是更好的事情。那也太危险了吧？萨诺斯怎么会突然出来？哎呦，等等等等等，车子怎么突然刹不住？我们先回那个。花园银行大楼啊，商讨一下对策啊，不然打不赢萨诺斯啊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在找的过程中，萨诺斯一直出现，一直来乱，太可恶了！哇嘞，我这台车基本上也要烂掉了。走走走走走走。然后这一次的疫情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来解，之前是用那个神之金属让这个世界恢复到原本的状态。来，我们赶快先上来。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完全安全的啊，这个萨诺斯他们应该也进不来，但是我的同伴好像也进不来哎。那个阿金的一拳超人。欸，真的不上来欸。我觉得白天去寻找队员反而会被萨诺斯给看上，那不如我们就晚上再出发如何？感觉萨诺斯不会在半夜行动啊。走走走走走，那我们就先等到晚上我们再出发。好啦，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。我们去外面看看，外面丧尸该不会暴走多吧？哇啊！你们都在下面等不上来啊？好啊，我们的车子还在就好。最怕没有车啊！哎、欸，怎样？这车不能开了？我按上车键不给上啊！完了，要换一台车啦！没有车最麻烦的、啊，夜晚降临，丧尸要变狂暴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狂暴应该也没有那个萨诺斯狂暴吧，对不对？至少这样子是安全的、啊。但其他人要去哪里找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我们去这个 FBI 里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情报吧。这种单位没。这种单位都会有一些情报可以找的、啊，看其他的超级英雄在哪里。我这边上去吧，对不对？
然后这个电梯你们就可以坐上来，然后花园银行的人你们就不上来。好，这边的电脑我查一下，这边电脑是很多啊，但是就没半个人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复仇者联盟的成员，还有美国队长，哎，这边有美国队长的资料，哎。他说美国队长现在人在这个洛圣都国际机场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这个洛圣都国际机场找这个美国队长啊。有了美国队长，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领袖啦，总是要有一个人当队长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走走走走，下去下去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